还是个特种兵的，性价比真也都想。谁想？我承认只有你让我爱的抓狂，可惜要把我们一直慢慢拉长。你别唱了，怎么了？我唱的又不是很难听。你是对不难听有什么误解？是你要求太高了。对呀，再说，你没有班长，没有看见。有那么忙得了不起啊？